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国战的话，剩下最后的一分钟不到啊。好，那目前的话有大军打过来了哈，刚刚把我打趴了，我现在要复活起来，然后快点回去防守啊！希望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不要掉了。好的，好，我要想要回去，好，回到船舰左边 ，OK， 没有问题啊。哦，刚刚的话我差不多100个人走过啊，100个人走过，整个画面超级那个哈。好，好，看起来军团朋友都回来了哈，都回来防守了。好，剩下最后的不到一分钟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好，蜀国四十者，还有鹰团，还有这个，我看一下哦，还有哪边啊？啊，真黄图霸业，有真黄图霸业吗？应该不是哈，应该是我念错了。好的，打完了，好，打完了，守下来了哈。好，真的不容易啊，贵阳的话是普通城而已哈，没想到还是很多人在打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大丰收城是这个长沙，哦，是这个长沙三倍奖励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城池分布情况。好了，先看一下这个蜀国的部分。来北平的话是康瓦斯坦喝酒大学所占领的，恭喜你们。那建阳的话是 Hong Am 的 Vietnam， 叶的话是这个狂鹰的鹰。那安定的话是这个刀锋的圣域。凉州的话是这个小哥哥的我恭喜你村庄。那天水的话是晨晨的真三国四十者。汉中的话是这个西豹的霸王这本书。长安的话是封神的封神榜。还有许昌的话是一者的香兰旗。那鲁人的话是日续产的君临天下，玩的话是 Baby Shark 的 Blue Shark 啊，这个军团的话应该也是越南的朋友的哈。好的，那上的话是使命必达二人谷。好，那接下来剑灵的话是这个法师的猫街山谷啊。哦，蜀国话应该都念完了，还有啊，豫章的话是这个金阳卓越的风师爷，那会计的话是泡泡的公公的火凤玩不了。好，恭喜你们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五谷的部分，来卢将的话是骷髅的风人院。那这个寿春的话是巨龙独特的战无不胜，那接下来林岭的话是这个云肉的粉味，哦，还有吗？没有啦，哦，目前的话就只有三座城池哦，不，已经结束了，好，哦，三座城池 ，OK，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魏国的部分，来北海的话是四星的 Team， 那平原的话是 DNB 死神的 DNB， 那城里的话是月牙烈的 T 秋红谷，那接下来的话这个徐州的话是萧若雨的黄土霸业，那财上的话是意气风发的血战。那贵阳的话是李猛的 team， 那接下来长沙的话是这个龙头没锁的秀尔奇的店哦，大丰收城，恭喜你们。接下来武岭的话是圆滚滚的王者天下，那江州的话是天天都很神的南极邪恶店，新野的话是吉罗的北极邪恶店，哦，这些应该都是相关军团的哦。好的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行榜，好，国战的排行榜，国战榜。先看一下哦，功勋的部分的话，第一名的话是冠耀建材，好，1513功勋，非常不简单啊，浪费武魂，好，571套。接下来是巨人黑洞啊，1313功勋，接下来是那就叫枫叶，1236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讨敌数了哈，讨敌数第一名的话，一样还是冠耀建材，571套，再来是巨人黑洞476，再来是那就叫枫叶441。好，接下来是随风飘荡，未人武魂353，接下来是触码头288，再来是吴佑恩，黄盖武魂277，加大饭店261，龙龙九243，我是来乱点222，天呆215，猪油仔200，再来是这个月半小月，哦，是满意武魂199，再来是霸刀太史陈武魂197，再来是雷刀炮185，最后军师傅182，天元系181，空雷棒174，最后天地夜反174，极入风164，打不开164，圆头农夫157，草莓熊豹哥154，雷肉153。雷肉的话好像还在闭关哦，因为他没有吞武魂。OK， 那接下来是槟榔西施152，刀叶辉乃赵飞150，小者兵水兵哥黄月武魂146，老虎蟹145，单月140，两面树林139。我想问的这个小者兵这个黄月武魂，有可能就是他自己开到哦，他最近都是自己开到武魂的居多哦。好，接下来是两面树林139，来一发135，五二 Blitz 132，海洛因130，公良岭127，新小林126，小王子爱心125，云肉观音武魂122，铁仔121，贴身奶茶126，床睡115，玉泽110，云云康109，五爱心李娜108，天天马超梦奇武魂107，号响106，低调的时候106，蓝月105，夏冬龙是103，日睡觉孙人武魂103，貔貅小弟102，唐眼智波仪99，转眼拿都98，牧羊宝宝。徐庶武魂96，接下来是那就叫熊哥95，石原贵雅94，接下来是熊奇93，喜胜龙92，阿宝宝玩好久91，我是来蹭底89，貔貅88，接下来是一个熊脸86，陈大郎84，百威82，龙78，多米77，麦问女魔武魂77，阿碰77，斧头帮帮主76，鬼风彻76，贩卖中75，小肉里75，凤雏四远75，狂人73，三国军师73，蔡小俊72，托雷妈妈71，土库布鲁托。
好，这个应该是土库人哈。接下来，他七十，接下来是四四如起六十九，东宫文穗六十八，训训六十七，羽生秋人六十六，接下来雾正训都六十四，老宝六十四，唐武六十四，鲁一丈二桥六十三，梦幻死神六十二，陈陈六十二，阿一六十二，风痕风尘六十二，阿宫殿杰哥六十一，张三丰六十一，陈明阳维瑞六五十九。范富新星是五十七，徐小龙挂号五十六，港口铁外五十五，都宝五十二，萧默成五十二，一灯产四十五，安林云霄四十四，面对狂龙三十九，猫咪治疗师三十八。OK， 恭喜这些百大玩家。好的，猛将的话，看一下第一名是谁哦。我的第一名的话毫无悬念，关键彩。接下来是加入大饭店，再来是搓码头。好，那豪杰，豪杰的话，目前第一名是五幽人黄盖魂两百七十七，再来龙龙九，再来是猪油仔。好的，那看一下军师啊，军师的话第一名是这个我是来乱顶哦，接下来是如风，再来是天地夜凡。好，方式的话，哎呀，点错了，好，再重新点一次就好了。果战榜，好，方式的话第一名是这个巨人黑洞，接下来是那就叫风流，再来是预办小鱼儿。好，看一下复活榜，好，复活榜的话，哇，第一名是阿里郎哦，恭喜你啊，今天复活很多人哦，一百八十三要领先，再来是招财喵喵，招财喵喵一百三十四，再来是四四五七一百一十五，小宇宙一百零九，大杯冰红茶九十二，再来是好小九八七，再来是福星八十六，再来是味花淡墨香八十二 ，Price 七十七，多米七十三 ，OK， 好，那这边呢，下面后又给他划过去啊，后面后面有上前十哈，第十三名，好的，给划过去做个简单的记录，然后划过去。我今天打国战打到睡着啊，哦，可能是因为今天工作太认真了，太累了，所以打国战的时候说太放松了，心情太放松，然后就睡着了。好的，好，第一百名他是宝贝法师哦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话我们有这点成绩还不错啊，哦，因为我睡着的关系啊，所以我被传到二分流了哈，所以只有打三十七分钟而已，好，没有打满。好，其实我今天是有专心在打的哈，小朋友的话给老婆顾，好，但是就是不小心睡着，所以就三十七分钟。OK， 领取奖励。好，今天的话是几塔？八塔二十五塔。然后看一下这边啊，这边的话就是今天的这个国战历程。好，在这边，我看一下第一个把我打趴的是谁哦。第一个把我打趴的是这个日式御茶园。哦，日式御茶园。好，恭喜你获得了很多的功勋。好的，确认。OK， 我要去帮小朋友洗澡了。各位朋友，游戏愉快，拜拜。